是卖场好事多进口的科克兰冷冻三种综合酶沾染 A 肝病毒，已经售出了超过1.7万公斤。对此呢，卫福部长薛瑞元今天上午在立院联访的时候透露，最近又有检查出来 A 肝污染莓果是从不同地区进来的，因此呢，已经请食药署暂停好事多莓果干的输入。那么食药署长吴秀梅就透露，这批莓果是从美国输入的，不过在边境就被拦截，所以没有进到社区。目前会先暂停输入1个月。